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龙树菩萨造的大智度论啊。根据后官院长的讲义，是第三册第919页。那我们现在这一段呢，是在注释的次啊，第919页，这里是不是提到有因缘、次第缘、缘缘跟所缘缘啊？那缘缘其实就是所缘缘，啊，因为有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跟玄奘大师的翻译有一点点出入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指的是同样的啊。那缘缘啊，也就是所缘缘啊，因为我们心所的升起，必有它所缘的什么境啊，心。讲到心所，其实就是心法、心王了、啊。心所叫做心法，哦，就像这里，所有一切有为法跟什么无为法，哦，这个是从五位白法来的，五位白法有吗？有为法跟什么无为法，哦，这个系统我们是不断的在用啊。而且我们自己要好好建立好这个系统，不是我们建立的，就我们要根据这个系统，可以通好几部论，对不对？尤其属于唯识学的，哦，属于唯识学来说的话，那么因为有前面的阿毗达摩说一切有部的基础，然后发展到后来，哦，那所以呢，有为法跟什么无为法，那有为法就是我们这个有执着刻意的去造作，啊，会有相应法跟什么不相应法？相应法是因为跟心法、色法相应，叫做相应法。心法里头有心王跟心所，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心所有没有，或者心术是在讲心法，这样理解吗？就是在讲心法。所谓的相应法是有心法跟色法的相应，那非心非色叫做不相应法，叫做不相应法。但是非心非色当中还有两个心，这个比较麻烦，因为它归到这里，是因为它在修定的状态，无想定跟灭尽定，它是属于不相应法，是因为它在定中的时候，它不缘外境，但是。我们说在修定的时候有没有次第缘？啊，当然要有次第缘啊，第七识要有作用啊，是不是才能够才能够让我们的那个定境能够怎样一这个能够念念相续嘛？定境也要念念相续哎，哦，这里有一个无想定跟灭尽定的心法跑到这里来，它不属于这边的。这边都是动态的，比较动态的，这个是非常的静态。入定的时候它是静态，但是它还是心法哦。那其他的不相应法就是比较属于什么生老病死啊，它是属于行运上的。所谓的行运就是，你看它属于行运，行运是时间的流转，它就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就像我们说。我们的老化是不是也是时间流转就一直在变化？我们没办法透过心说"我不要老，我不要老"，他就可以不要老。哎，他是不是没办法不老？我们没有办法不老。哎，这样理解吗？像生老有没有生老病死了？哦，这里面很多还有像时间啊、空间啊这些都是会变化，不是我们要不要它变化，不是我们的心能够左右，但是。上面是我们心可以去作用的，可以去改善的，哦。但是这种不相应法，不相应法是行运上面的啊。当然，这个变化里头51个心所，其实也都是属于行运了，扣掉两个受运跟想运，受运想运有没有？它其实也是51个心所当中的两个，但为什么？受跟想要特别提出来，因为跟修行有很深的关系。哦，我们昨天正好讲唯识的时候讲到，是不是经常会有个受啊？
色、哦、就像五蕴里头色受想行识，对不对？五片行里头是不是有作意触受想思？你看那个受多重要，它会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啊、哦。那十二因缘法里头是不是也有受啊？啊、哦，六这个从无明行识，对不对？六入啊、哦，行识啊、哦，无明行识之后，是不是就明色？然后六入触受爱取有，有没有？是不是还是有受？所以这个受特别的提出来，叫做受蕴、想蕴。前面的八个心王叫做视蕴，我们八个心王就叫做视蕴。视蕴啊，八个心王各有不同的心所。那这里五十一个心所全部都有，就只有第六识。前五识是不是34个心所啊？第七识只有三啊，只有18个，第八识只有5个，他的心所各有不同，也就是心王他所领的领军那个军队最强大的是什么？第六识。所以一直强调说，我们所谓的修行是不是都落在第六识啊？下手处是第六识，第六识啊。所以行，你看色蕴就是这里的11个心法，色法，色法有11个，哇，这个一掉下来了，11个啊，11个色法。所以色蕴有11个法，色蕴11个法，受蕴是其中一个，想蕴是其中一个，色受想行，行蕴最多，行蕴是包括所有的心所里头扣掉2个，所以它只剩下49个。他49个再加上不相应法，73个是行运哦，视运有8个，所以合起来多少？94法。五运完全属于有为法哦。所以为什么运处界常常不断的讲，就因为五运它包括了所有一切有为法，大家能理解吗？所有一切有为法都可以把它分成五位白法里面的4个法，不包括无为法了。无为法呢是透过性空，透过则灭，有没有？透过则灭来的，它这里有6个无为法。那说一切有不呢，因为它说一切有，所以它都在现象上来说有。啊，当然要有前面的说一切有不的发展，才有后面的什么唯识系，啊，才有唯识系，啊，所以呢，这里要讲的就是说，虽然这里叫做心法，有59个心法哦，啊，但是呢，比较麻烦的是无想定跟什么灭尽定，看起来应该是心法，但是它归到不相应法，是因为它在定境当中。哦、他在定境当中、哦、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讲这个四缘，因缘、增上缘、次第缘、所缘缘，心法里面四缘都有，是不是就是八识就是四缘，这样理解吗、哦、好，那色法呢，色法只有2个缘，色法只有2个缘、哦、因缘，因缘，因加缘和合出果报的现象啊，因为有因有缘，是不是才有这样的一个果相的出现啊？因为有因有缘，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果相。果相很多都属于色法啊，还有呢，增上缘，增上缘也叫做色法啊，也就是说，色法里头有2个缘。有2个缘，因缘跟什么增上缘，次第缘跟所缘缘呢，它只有心法才有，色法没有，色法没有。因为次第缘是不是第七识的那种念念念念念间的那个不间断，那是心念才有的，心法才有次第缘，这样能理解吗？色法它不会说一直动一直动一直不断不断不断的无间的生灭嘛，不是，这样理解吗？但是我们的第七识是不是一直在等无间啊？
叫做次第缘。那色法没有，所缘缘也没有，他没有所，他没有能力去所缘谁。要有情众生，我们有心事，是不是才能够去缘？哦，这样来看，以八识，八识是不是心法？也可以叫做心，啊，当然心所法叫做心法，对不对？八识，啊，是心王，它有八法，心所，啊，第六识最多51个，啊，所以它总共其实心法有59个法，这59个法里头呢，四缘都有，是不是四缘都有啊？啊，好，那因缘。因为这里有因缘加果、哦、才能够现出果报来，所以色法因缘它能够去现出我们的根深器界嘛。第八识有没有？第八识的相分就是我们的根深器界，所以那个是从什么因缘，是从第八识所缘出来的色法。哦，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增上缘，增上缘可以去产生出现象来，增上缘可以产生出现象。那这个，哦，就说，诶，我要去盖一个房子，假设说，哦，就像我们说，哦，我们要准备建筑，那前面要多少的准备，对不对？要申请啊，哦，好几年了，终于出来了。哦，那终于出来，又开始出来之后的阶段了。那个是不是因为内心有那个增上缘啊？因为我要去盖这个房子，对不对？那也要去集合大家的力量，这样理解吗？所以增上缘啊，色法它有增上缘，它有增上，它可以透过增上缘形成出这个色法。哦，可以看到有色相哦，我是不是透过第六识去明白有色相、有声相，对不对？有味相、有触相啊、哦，有香相啊、哦。比方说，有的人很好客啊、哦，那很好客呢，就会觉得说啊，既然客人来了，我等下煮一顿就喝就澎湃哈，大家烟，对不对？有没有增上缘？它是透过增上缘而有色法的出现。这样理解吗？所以色法它里头有因缘，有增上缘，但是没有次第缘跟所缘缘、哦、尤其没有次第缘，没有次、哦、因为次第缘是完全是心法才有的，心法当然四缘都有，但是、哦、但是呢，这个色法色的本身没有心嘛，对不对？它不会是有次第缘的，而且它也没有能力再去缘谁。我们有见分才会有相分，它不是分它的见分跟相分，它就没办法去分，所以它没有所缘缘，它也没有次第缘，但是它是我们增上缘所怎样合出来的、哦、想要去把它印刷出来，但印刷出来之前是不是要有种种因缘，到底要印刷什么内容，对不对、哦、比方、哦、为了弘法、哦、所以要有书本，对不对？而去造就出来的那是有增上缘，还要众多因缘合出来、哦、所以色法只有两个缘，色法只有两个缘、哦、那不相应法呢？不相应法来讲的话，它如同色法，它不属于心法，它不属于心法，但是有两个是属于怎样心法，有没有？所以才特别把这两个标出来，有没有？这里竟然跑出心法，但是为什么它是不相应呢？是因为它怎样？它在定境当中。他在定境当中，他可以有次第缘。我们在禅修
我们的禅修根本都没入定了，但是我们想学着入定的前面的学习，真的真的一旦入定的话，哇，那可能不是好像谁广清法师了，弘一大师，他这个是他吗，入定以后其实有时候连鼻息都没了，因为这个初禅眼耳身三二地居嘛，鼻是舌是没了，所以呢几乎的鼻是没有，但是呢心跳还在啊，第七识还在作用，所以他入定的时候其实呢第七识还在，所以他有什么，有所缘缘，不然有次第缘啊，他有次第缘，但是入定的人他没有所缘缘啊，入定就是他收摄进来，他不要去圆外面的，我们就一直圆外头，所以我们都入不了定啊，对不对，我们就是看东看西，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在修定的时候眼睛要收摄起来，有没有，不要看东看西啊，希望一个安静的地方，吵闹的地方是不是很难修定啊，被身境所影响嘛，那我们的所缘缘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修定啊，所以呢这个这些什么命根啊，或者什么生老病死啊，这些现象来讲的话，它是有前面的两个缘，它有这两个缘，它有它所有一切其实脱离不了因缘啊，那还有呢就是也是一种增上缘，因为这个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说我们很珍惜当下，是因为时间一直在流转，是不是时间一直在流转，要趁年轻，趁我有体力，我脑力还充足，我是不是才能够去思考这些佛法，等到衰老尤其生病的时候，够这身体都够到不去了，对不对，我的第六识的能力就变差了，那是不是就很难思维了，但是呢这些呢不相应法，其实它有二缘里头，因为它属于心法，所以它有次第缘，所以它就多了一个缘，所以它是三缘，以无想定灭尽定来讲的话，它是有三种缘，它没有所缘缘，因为修定在定境当中它不缘外头的境，不缘外面的境，好，那我们来看，那所以呢这个也是在我们第919页的第三个注脚的最下面吧，第三个注大毗婆沙论的卷21就在讲说，如果在一法当中具四缘那应该只有一缘，怎么会有四缘呢，我们一般是不是这样想，因为我们都习惯就用因缘因缘，但是那里讲的我们平常讲的因缘其实四缘都有了啦，是不是就是六因加四缘叫做我们平常讲的因缘法，我们说要有因缘是不是才有果报，这是简单说，其实如果详细说应该说要有六因加四缘是不是才有果报的现象出来，这样懂吗，把因详细变六因，把缘详细变六缘，不是四缘，平常就讲因缘，但是我们现在因为这叫高级班了，所以切得更细了，叫做六因加四缘，好，所以这里说这个四缘是因为它作用的关系了，它的作用，它是依作用来立出这个四缘，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不是依在这个东西的本身，也就是说那个缘的本身呢，它有四种作用啊，那刹那刹那间的引申后面的这个叫做因缘，那它每个因缘它前面因缘
哎，后面因缘等于避开前面，等于是他要从前面引后面，后面再引后面，再引后面因缘，那个叫做次第缘。等无间缘又叫做次第缘，啊，然后呢，让这种次第哈、啊，以此为次后刹那心所取，因为在这个缘的过程中，他还可以去怎样所取境。八世是不是都有他所取的境啊？哦，不止前六世哦，我们前六世感觉比较明显。第七世是不是也有他所取的境？只不过第七世他所取的是第八世的境。哦，那个叫所缘缘。所以我们说心法是不是四缘都有啊？哦，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增上缘，就是他不障碍。我们有心啊、哦，发愿。我们就会朝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去努力，几十年的努力，乃至我们说要成佛，是不是要累劫宿世的努力啊？那是增上缘哦，不爱，不障碍，哦，会有增上缘的一个特质。所以所谓的因缘的因呢，它就像种子，因本身是不是就像种子啊？哦，一颗一颗的种子种下去，叫做因缘。等无间缘，它是一种开导法，它是一个一个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讲演电影一样嘛，它是不是一个片子一个片子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快速的去转它，开导法。哦，所缘缘如同认障法，所以认障就是说，哎，我有能缘跟什么所缘，有见分跟什么相分。有见分相分，是不是也在事上面才有啊？好，我们的事本身有能的部分，所的部分就是相分，哦，叫做认障法。增上缘有不障法，有不障的特质。所以呢，因为因缘它摄一切有为法，等无间缘呢摄过去现在，但是未来的部分呢，它哦。这个所等无间缘就不完全去怎样保证有后面的，尤其到了阿罗汉最后心，最后那一念，他已经怎样不受后有了嘛，不再起了，他灭后不再生了，所以他能够不受后有，所以他就等无间缘，以阿罗汉来讲，证得无生就没了，就没有等无间缘了啊。哦，那所缘缘增上缘摄一切法，啊，所缘缘，所缘缘增上缘，你看哈、啊，所缘缘跟增上缘摄一切法，所谓的一切法就是包括有为法跟什么？无为法，它包括了无为法，但是因缘它只有摄什么有为法，因缘增上缘有不障法，不障法，我们可以从有为法达于无为法，其实也靠增上缘，我们能不能去圆到这个无为法？圣者其实也是圣者去圆了什么？真理的现象，诸法实相，那也是靠缘缘哦，所缘缘去验证到嘛，去验证到，哦，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哦状况啊、哦。那所以这些呢，光是用文字是不是很不容易理解啊？但是有个图像呢，帮助我们理解了哈、哦。所以所缘缘增上缘摄一切法故，有为法跟无为法。哦，好，那我们再来细细的哈、哦。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先读一遍，现在只读第二遍。哦，因缘，因是原来的因呢、啊、哈、哦。平常都说哦，有主因跟助缘，那是简单说哦。但是呢，主要就是。能为亲因的缘，也就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的，在阿赖耶识里面的因，
称为缘，因为现在讲四缘嘛，是不是这四缘都称为缘？这叫做清音的缘，清音的缘、哦、那是因为这些因本身就是种子，它能够生现行，现行能够怎样熏回种子的因缘，所以它属于第八世的本质的什么种子、哦、那这些种子是不是将来会生出什么依报跟正报，根生起界。第八世含藏的种子，当它成熟之后，它就会会形成我们的根生跟什么气界。根生是我们的正报，气界是我们的什么依报啊、哦？那它是升起依报正报的清因缘啊、哦。那这个缘呢，通心色二法，它通心法，是不是也通色法？哦，那有部说这个因缘的体性是一切有为法在有为法六因当中的什么前五因而已哦，是不是只有前五因啊、哦？那它的意义就是能为清因的缘，它通三世，它通有为法，通三世，它是属于心心所法，这样是不是有点概念了哈？所以四缘里面讲的因缘，是不是在最下面的这个部分它落在那里了齁。好，那等无间缘呢叫做次第缘，所以它这里的等就是相似，中间无可介入啊，就是它一念接一念，一念接一念，一念接一念，那其实是一念生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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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所以它体性呢是一份的什么心心所法，前念的心心所能够为次第的后念的心心所法升起的缘，先有前念的缘，才有后念的缘，才有在更后面的缘，是不是就这样？它有顺序的，它是有次第的，它是无间的，它是插不进去的。我们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心跳循环，是不是一直不断在运作啊？哦、而且全自动哎、欸，啊，我们不用去担心。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等到年老的就开始担心，因为他已经开始出现了什么，出现了异状，是不是就开始担心了？哦，那平常呢，其实都是一直在运作，哦，所以呢，这个叫做，哦，它是由前念成为后念的次第缘，前后相似相续，所以称为等无间缘。这个缘只通什么心法，它不通色法，色法没有无间缘，没有次第缘、哦、因为 这个次第缘是不是专门为八世所说的，它属于心法、哦、它属于心法，而且它限于过去跟现在，它不没办法这个断定未来、哦、因为未来是不是变数很多啊，哦、尤其是什么阿罗汉的最后心，阿罗汉的最后心是不是也不再生，他才能够不再灭嘛，他才不会在生灭当中，他才能够跳脱、哦、所以我们说我们面对现象都已经是原生，没有不原灭的、哦、因为原生是怎样，是有为的造作，它会自然的原灭、哦、那我们所谓的修行往往是希望在原灭之后我不再原生，那是困难的，那是要到阿罗汉才做得到、欸哦、而且是阿罗汉的那一世他的色身完毕了，他不再生了，不然的话我们都会再生再生再生啊，因为我们处理不了，我们没办法去处理那么深细的第七世的等无间、哦、所以他除去阿罗汉的最后心，因为他阿罗汉最后刹那灭后不再、这个再写错了，不再去引生后念的心心所，才能够不受后有、哦、好，所缘缘就是指心王心所升起的，必有其所缘的什么境、哦、这个演示、演示的心王，当然演示有没有心所啊，
也有心所，有34个心所啊。哦，他有他所面对的什么，所缘的什么色境，色境。哦，所以呢，这个心王心所，心心所如同见分啊。那他的那个境就叫做什么？相分。哦，那个境叫做相分，相分就是他所缘的境。所以要有见分跟相分。是啊，他会是的本身是见分，然后呢会有境叫做相分。我这里少一个图像哈，如果听过唯识三十颂就知道，那个是他是不是果能变的时候，他要变出见分跟什么相分。哦，那那个相分就是我们缘的境界。哦，所以这个所缘的境就是心心所法升起的缘，称为什么所缘缘。哦，如同灭谛，我这个字有写错了。哦，灭谛无为，灭谛苦集灭道的灭。哦，苦集灭道的灭呢，本身就是来到了圣者的境界。哦，我们在凡夫里头是不是就一直在集呀集？那个是原生出果报的现象。为什么说苦？因为这个现象是我们有为的造作出来的，我们都要面对缘灭的无常。哦，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苦是因为无常故苦，不是苦受乐受的苦。哦，苦受乐受的苦是不是还是无常啊？就算是乐还是无常哦，它是不是有它的生灭啊？所以苦一样也有生灭，哦，也一样有生灭的哈。那总说呢，要苦集灭道，那个要到灭谛的现前，是不是就要透过修道的方式啊，才能够达于灭谛的现前的。这个灭谛的现前其实是无为法，哦，那这些其实也都是所缘出来的，哦。所以呢，所缘缘可以说是通一切心法，它不通色法，它不通色法。哦，因为所缘缘、次第缘，它只有心法，没有色，不通色法。色法它可以是因缘合出来的，它也可以因为有增上缘，哦，就说它有增上的特质哈，比方。哎，那个增上的特质就是，比方哦，哎，这本书好了，因为我们拿了啊，哦，看了这本书之后，我们是不是有增上的能力啊？哦，因为我们可以阅读它啊。哦，我们这张桌子也是设法，因为有桌子，我们方便作业，对不对？哦，要讲课或者听课，这个也是有增上的特质，在帮助众生，它也是增上的特质。哦，有增上的特质，所以因缘增上缘，它是通心法也通色法。但是如果次第缘跟所缘缘只有心法，色法它没有这种没有这样子的缘，因为它本身没有能力啊，它没有心嘛，哦，它不会一直次第的一直产生作用，像我们人。哦，像我们有情众生，就算动物，它是不是还是有次第缘啊？它才能够保持它生命，它的那个生命现象啊，呼吸、心跳的，哦，一样是有的。哦，像动物，哦，其他动物也是。所以所缘缘它是心缘境，心所缘到什么境上面，缺一不可啊。哦，好，那增上缘是不论是有为无为的诸法。哦，都有它升起他法的一种圣用啊。我们透过有为诸法，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达于无为的什么圣者的境界。那这个就是一种圣用啊，叫做殊胜的作用。殊胜的作用。啊，因为有这样殊胜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障其他法的升起。哦，我们认定方向，做对了。哦，因为透过佛法的指导，佛陀的指导，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向上提升。那是不是一种增上法？
让我们能超凡入圣，是增上法。哦，可以不爱的。哦，不是有外在的说我不准如此，有没有人去禁止啊？禁止不了。当我想要起善心，我想要造善业的时候，别人阻止不了。当然或许有障碍，但是我要不要突破障碍，是不是也是我自己来做决定？不能说啊，有点障碍我就停息的说是别人障碍。那种障碍往往说哎，是业障了，因为我们以前障碍过别人，可能我们这个时候会有被障碍的余习在那里。但是这个是我们可以去突破的，叫做不障法。那不障法都可以称为什么增上缘，所以它可以总跨一切缘，但是啊，但指三缘以外的一切啊，就是说，所以那个前面我们就讲嘛哈，那能作因它是不是就包括了三缘呐？包括了三缘哈，增上缘、次第缘跟什么所缘缘都属于能作因哦哦。所以它本身可以通心法，也可以通色法，哦，它是总摄一切法，总摄一切有为法、无为法。增上缘，它是不是总摄一切法，有为法加上什么无为法？上面的这个是不是都是属于有为法？但是它还通无为法。增上缘通无为法，所缘缘也通无为法。圣者所缘的是诸法实相，那也是所缘缘哦。哦，诸法实相是什么？无为法，它是无为法。哦，所以所有的心法四缘都有。四缘都有，八识是不是四缘都有？好，哦，啊，哦，但是色法呢，只有因缘加增上缘啊，哦。那不相应法也是啊，哦，它只有这个因缘跟增上缘，它只有两个，它非定的状况。但是它如果在定境当中呢，是不是还要再加一个缘，叫做次第缘？因为修定是不是有情众生人？人在修定，那人能够修定，是不是我第七识必须要在啊？所以一个人入定，就算他没有呼吸，不表示他死亡哦。哦，这个有时候说哦，用什么？用引磬，用声音把它叮出来。为什么？因为它是鼻哦，出禅的话是什么？眼耳身三哦，耳识还在，眼识还在。哦，那个身世还在了，哦，所以往往是诶，透过引磬呢，或透过声音可以叫他出来，嗯。但是呢，我们说他鼻识跟舌识是最脆弱，但是我们凡夫是不是非常重鼻识舌识啊？哦，所以呢，这个美食专家是不是就是在重鼻识舌识？但是意义不大，只是一时的享受。但是不要为了这样的享受而杀生无数，那是不是就结了恶缘啊？对不对？所有的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哦，水里游的，除了哦，在海里能够动的，除了船不吃，对不对？哦，这些什么都抓来杀来吃，就为了鼻食舌食，那是不是杀生无数啊？那是不划算的。那初禅呢，因为禅悦为食啊。禅悦为食，其实它鼻识舌识是最先没有作用，因为在禅悦当中，那胜过什么？胜过美食啊！美食都还是很粗糙的食物，哦，其实都还是很粗糙的食物啊，哦。就像天人看到我们凡夫啊，哦，看到人类所摆的那个宴席好了，哦，那宴席非常澎湃。对天人来讲说，哦，这个实在还是对他们来讲是粗的，很粗糙的食物。哦，就像我们人看到狗，哦，他好不容易从垃圾堆里头去找到一根鸡腿，哦，里头还有点鸡肉，
不是全剩下骨头，哇，他对他来讲是不是山珍海味啊？业力不同啊，但是以人来看是不是很粗糙啊？那个送给我都不要，不敢吃啊，就太脏了。但是你看狗他有没有嫌脏啊？他会不会嫌脏？哦，他觉得那是美味耶。我们拿那半个满汉全席，是不是也觉得山珍海味？天人就觉得那个是很粗糙，就像我们人在看狗吃那个骨头，剩下的鸡骨头一样。这样理解，说我们业力不同，所缘的境界也不同，那也是所缘，不同的业力缘到不同的境，哦。好、哦、所以呢这是详细的部分、哦、这里有无想定跟什么灭尽定 哦，所以呢我们所谓修行就是要从凡夫的有为法慢慢达于什么圣者的无为法，圣者的无为法其实就是明处，而我们在有为法当中是无明处，所以我们是透过则灭的方式，透过波瑞来波罗蜜嘛，波瑞是不是透过性空放下而向上，放下而向上，以声闻法呢，从 有我而证得无我，是一种明处，是不是才足以啊？就说如果能够去验证到诸法实相的一点点，就足以让他个人解脱生死，让他个人解脱生死。只不过菩萨道上不忍心自己解脱生死，他去帮助众生解脱生死啊，他帮助众生解脱生死。所以呢就从这个觉菩提心是觉到什么正觉到正遍等正觉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的正遍等正觉啊，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经常的不断的啊来等于是再回到这里来做对照，因为在细部上是不是会有时候因为讲得太细的时候我们反而会糊涂了哦，所以要见树见林啊，对不对？有时候因为树多了，结果林相忘记了，哦，搞不清楚了哈、哦。好，所以这个是四缘哦哈、哦，这是所谓的四缘。那四缘里头是不是有六因呢、啊？四缘配六因嘛，所以这个因缘本身是不是有五个因啊、哦？那另外一个能作因呢，有力跟什么无力？有力会比较在世间法上的，无力是不是就是要让我们出世间法？哦，出世间法。哦，那当菩萨道呢？他要事出事入而无碍，他要有事出的智慧，啊、哦，要有事入的慈悲心。所以我们说菩萨道上是不是就悲智双运了？哦，好，那我们来看哦，哈、哦。所以呢，这个第三个部分呢，哈。刚才是第一个部分、哦、在解释这个四缘、哦、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六因、哦、来广释这四缘、哦、好，那因缘它本身是不是设五因啊？因缘就只有五个因哦，一个叫做相应因，一个叫共生因、自种因、片因跟什么报因，这五因叫做什么因缘、哦、那这个、哦、那心所法相续无故叫做次第缘嘛、哦、所以其实我们刚才那个图，刚才这个图表是从这里来的，这个东西心所法次第相续无间、哦、增上缘呢是诸法生时呢不相障碍，叫做能作因，对不对、哦、所缘缘呢是心所法呢它缘成故，这个成就是境啊，是不是有色身香味触法的境啊、哦、叫做所缘缘、哦、而这个能作因它本身其实就包括了三个缘，包括了三个缘、哦、所以这里有一个能作因、哦、有个能作因，所以才会形成这里讲的这个、哦、
所以才有这个。哦，所以有这个增上缘，它本身是有力的，它是不相障碍的，所以就是它是无障的哦，它是无障的。哦，当我们下定决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去突破万难啊？所以佛陀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上弃诸佛所说之理，但是要下弃众生可度之机，有没有？是不是要相应，我们才可能去突破，才可能啊、哦、去突破很多的困难度，哦，所以这是六因广释四缘，接下来用六因不止广释四缘，还加上五果，五果，哦，那这个表格主要是从第920页来的，里面的注六，哦，那这个表把它变成这样子，这是从920页的那个表，刚才这个表了，这个表是不是比较简单一点？哦，那再把它变成这样子，因为它这里只讲到六因，这里讲到六因哦，其实还有四缘，还有五果，还有五果，这个比较完整。哦，这个比较完整哈，也就是说相应因了哈。所谓的相应因是心心所法，心王跟心所是不是它是相应的？我们的八个心王都有它相应的心所，这个叫做相应因。哦，所以如果是心心所法，这个是我们经常一直在做的事情。哦，比方说这个我第六世看到别人开部好车，我起了贪心，这是不是心心所法？它相应的哦，它这个叫做相应因，看到这个现象，哦，这个起了贪，那个是什么相应因哦，于是呢我就会去怎样哦，这个去照做哦。那有为法的一部分，所谓的有为法的一部分哈，因为有为法当中，有为法当中的这个不一定是设法了哈，它的一部分法呢，也跟这个相应因有关系，它不是全部的，不是全部的，叫做具有因。具有因，或者叫做啊共生共有因，或者叫共生因。同样，这六因哈都还有不同的这个名相。哦，相应因、具有因、同类因、片形因、异熟因合起来叫做因缘，是不是这五因叫做因缘啊？这五因叫做因缘哦，那能作因本身，它是不是有包括了次第缘、所缘缘跟什么增上缘，对不对？我们刚才是不是看到有六因跟四缘，有没有？哦，所以呢，那个表虽然只有写到这里哈，又把它加到这边来，是不是加上这四缘，加上这四缘？好，那。如果是相应因跟具有因来讲的话，它是属于刹那同时，刹那同时都比较属于心心所法跟有为的诸法的一部分了。有的是看得见的，有的是看不见的。哦，那适用果它形成的叫做适用果，这个叫做适用果哈。至于那个，等一下再看那个详细的哈。好，我们来看了哈，所谓的相应因呢，就是从心，如同心法，我们从内外处因缘和合而生，是心如幻如梦，它是虚妄的，是无有定性的哈。所以心所法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第六世有51种心所法哎，哦，那这个心所法我们常常变化。
变来变去，有时候起了烦恼，有时候又起了善念啊，有时候啊，因为这个那个51个心所是不是很复杂？有5个片行，有5个别境，有11个善，有6个根本烦恼啊，有20个这个随烦恼，还有4个不定，合起来总共有51个。所以这个心所法呢，它是如幻的啊，如梦虚妄的，是不是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心念是不是不断的在变化，无有定性啊？所以心所法也是如此。但是这两个相应因跟具有因，它是升起适用果，它升起适用果哈。好，所以呢，这样子的心它共生心所法，所以会有所谓的受想思等啊。啊，就像那个五片行，五片行是不是就是透过作意处受想思？它也是心所法哦，它也是心所法。所以我们思善思恶，尤其第六识，思善思恶是第六识最大的一个本事。尤其我们说第六识在思善思恶，就造下了因缘业力，是不是就造下因缘业力啊？啊，因为它同相同缘，所以叫做相应。啊，它的那个都，比方第六识，它本身同相。啊、哦，还有呢，同源，它源的是那个思心所，所以叫做相应法，相应因呐、啊。心所之间是相应的，心以心所法相应为因，心所法以心也是相应为因，互为相应啊。心王跟心所怎样互相相应，就如同亲友啊、哦，或者善恶之事，它和合成事啊。就是说它是同向同源的，同取一境的，同取一境哦，啊，互相协调，然后能所相应而结为结果，所以这个叫做适用果。适用果，适用果就是它有作用力的啊。比方啊，当我起了烦恼的时候，就是起无明烦恼，是不是就赶快哎？但是还好我们有善根因缘，所以我就愿意去起什么善念，所以我就哦，我想到要赶快念佛，这也是一种适用，它是相应出来，但是它有作用力啊。转成善念的时候，会不会有所改善啊？就会有所改善哦，它很快速的可以有所改善，叫做适用果。好，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里哈，阿弥陀佛。